为美丽的波斯姑娘，两人都感到似曾相识，一见钟情，很快就坠入爱河。然而波斯宫廷禁止外人进入，他在宫廷士兵的追杀下极度悲伤地告别了波斯姑娘，逃出了波斯王国。 James L. Hosea 把这部作品献给他的老婆，他说他为这种充满异国情调和富有想象力的作品提供了灵感。波斯序曲总共分为四大部分，第一部分的快板描写了宏伟的波斯帝国以及嘈杂热闹的波斯市集，第二部分则是轻柔的慢板，描写主角以及女主角的相遇，第三部分是紧张的新版，最后则是重复第一段的快板。掌声欢迎马光国中艺才班。Thank you.